现在就已经开始造了，是吗？就是开始造了。嗯嗯。妈妈。已经三分七秒八秒，你还要撞吗？就是你，嗯，人家说他现在很紧张，那我就照他现在的样子，是这个样子是算很紧张吗？我实在是不知道。不然人家说，哎，也许他现在情绪很激动啊，那你就是以图为证啊，他现在是这个状态，然后这样的血压，你看孩子打个呵欠，这是很紧张吗？对不对？哇，1997是665。